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呢，再来看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一个应用啊。好，那么这个正则表达式的套路呢，我把它称作啊，叫做边界匹配。好，那么这个边界匹配啊，它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呢，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看一下。好，那么啊，假如说呢，我现在这个字符串 A 啊，我把它叫做 QQ， 它是一个 QQ 号。那么我现在呢，需要你啊，来验证这个 QQ 号啊，是不是一个符合我们要求的这样的一个 QQ 号啊。那么我们对于 这个 QQ 号的要求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要求呢 QQ 号呢必须啊是在这样的一个4到8位之间啊。好，那么我们就需要验证啊这个 QQ 号的位数啊是否符合4到8位。好，那么我们呢使用正则表达式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正则表达式怎么编写呢？好，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很容易的啊，就会想到啊，用这样的一个反斜杠 d， 然后呢，后面啊，再跟上一个它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词，好，四到八，好，这个正则表达式啊，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吗？好，那么首先呢，这个正则表达式呢，它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我们很多同学呢，写这个多少到多少啊，总是呢，会写成这样的一个波浪线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呢应该啊用逗号来连接最小的数字和最大的数字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正则表达式啊能不能帮我们啊验证这样的一个 QQ 号是它的位数呢是4到8位之间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C9 点 py。好，那么呢看似啊我们当前的这个100001啊是可以匹配出来的啊，这个呢看似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还不一定啊，我们还要验证一下啊不匹配的情况啊。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 QQ 号啊改成三位的101啊，这个 QQ 号可就厉害了。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可以成功检测出它是不存在的吗？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没有匹配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字符串啊，所以呢，说明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检测这样的一个小于四位的 QQ 号是不合法的啊。但是呢，我们没有考虑一种特殊的情况啊。假如说啊，我现在的这个 QQ 号的位数呢是大于8的啊，比如说呢，我是一个9位数的 QQ 号10003456789。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样的一种情况能不能匹配出结果来呢？可以啊，它能够匹配啊这个9位数的 QQ 号的前8位啊。这样呢，如果啊我们的这个匹配结果是有值的话呢，我们呢就会啊判断出，我们就会认为啊。这样的一个QQ 号呢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啊，但是实际上呢它超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限定啊。好，当然呢有些同学呢可能会想到啊，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啊把这个匹配的结果啊写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判断啊。假如说呢我如果啊能够成功的匹配出这样的一个QQ 号来啊，那么我呢会把这个匹配的结果啊和原来的这样的一个 QQ 号啊做一个相等的判断啊，如果呢匹配出的结果和我原来的这个 QQ 号啊是相等的，那么呢我会认为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呢，它呢是合法的啊。但是呢，如果啊，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匹配结果少了一个一，那么我就认为它不合法啊。当然呢，这样的一种做法不是不行啊，但是呢，明明有很简洁的方法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就能搞定的啊，就没有必要再写这么多的逻辑判断了。好，那么啊，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本质原因在于啊，我们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啊，它只是在这个我们所给定的这个字符串里面啊，做一个寻找啊，它并不是完整的在匹配整个的字符串。好，那么我们如何啊，让我们的正则表达式呢，可以完整的匹配整个的字符串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边界匹配啊，就可以啊，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好，那么啊，这个边界匹配具体怎么用呢？非常简单啊，我们在我们的正则表达式的前面啊，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向上的箭头啊，也就是谢夫的加六所敲出来的这个字符，然后呢，再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的尾巴这个地方啊，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刀刃符。好，一前一后呢，就可以啊，让我们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呢是完全来匹配我们的这样一个字符串的。好，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啊，我们来匹配一下，看一下啊，这个九位数的 QQ 号，它是否还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好，我们再次运行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发现啊，此时呢，在我们加入了这个边界符之后啊，匹配的结果呢就变成空了啊，因为呢，这两个边界符的作用呢，会让啊我们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呢匹配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字符串啊。
完整的字符串呢，总共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九位的，它并不在我们的四到八这个界限之内，所以说呢，我们匹配的结果呢就是空啊，不符合我们的正则表达式。好，那么我们接着说一下啊，这两个符号具体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啊，向上的箭头啊，这个呢指的是啊从字符串的开始的位置匹配啊，而最后的一个 dollar 符呢，指的是啊从字符串的末尾开始匹配。好，那么啊一前一后啊。加上了之后呢，就可以啊匹配完整的字符串。好，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啊对这个边界匹配的概念呢还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没关系呢，我们呢再啊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示例啊，给大家呢再仔细的演示一下啊边界匹配的作用。好，那么我呢把这个示例呢给修改了一下啊，我现在呢来匹配啊这样的三个数字零。好，我们看一下运行的结果啊。好，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啊，三个数字零呢将会啊匹配啊两组出来啊，因为呢这两个一中间呢总共啊有七个零啊，那么呢每三个一组呢是可以匹配出两组出来的。好，但是呢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啊，如果我现在呢在这个三个零的前面啊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向上的箭头啊，那么现在的匹配的结果呢还能匹配出来吗？好，我们看一下啊。不能匹配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如果啊我们要从字符串的开始来匹配的话，它呢就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啊，因为呢我们的字符串开始的时候呢是一啊，并不是零，所以说呢无法匹配出结果来。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如果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三个零的后面啊加上这样的一个 dollar 符的话，它能匹配出结果吗？它一样匹配不出结果啊？为什么？因为啊，一旦我们在这个正则表达式的后面加上这个 dollar 符了之后啊，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匹配的这个字符串呢，它的最后的三个字母啊，必须是这个零零零啊。但是问题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字符串的最后的三位呢是零零一，对不对？不符合我们的这个匹配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边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强调边界的概念非常的重要啊。这个 dollar 符呢，其实就是一个占位符啊。你把 dollar 符写在这里的话呢，正则表达式就知道啊。哦，那么呢，这个 dollar 符呢，它已经是一个字符串的末尾了。好，那么相应的话呢，我就当然呢是需要匹配啊，从末尾往左数的三个字符啊。所以说呢，它就得到了一个不匹配的结果啊。大家呢一定啊要理解好边界的概念啊。好，那么边界匹配的这两个符号呢，其实呢我们用的呢也还算是比较多的啊。可能呢在理解上面啊，不如我们前面讲的这么好理解啊。但是呢，大家呢把我们的这节课的课程呢反复多看几遍啊。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好，同学们，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